那么相关问题，我们来请教谢老师啊。那么未来是否真的会如蔡正元所言啊，赖清德将会掀起腥风血雨的洗涤呢？我个人觉得确实赖清德是做得出来的。当赖清德在胜选之后提出这个洗涤人心这三件事的时候，啊，作为旁观者和观察党内的政治生态的学者，我确实感觉到一股彻骨的寒意。但是不意外，为什么？因为我一直认为政治人物呢，有一个基本的这个能力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是没问题的。但是他的政治性格不会变，嗯，他的政治性格是最稳定的。而赖清德的政治性格，其实我在观察他在当台南市市长的时候，那样的一种霸气，那样的一种顽固，那样的一种执拗，那样的一种对自我的强烈的自信，就已经是显得非常清楚的。尤其是最后李全教入监狱了，更凸显了他自己是对的。当一个人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啊，是赖清德认为他自己做的是一件事情是既有啊价值又有意义又可能成功的话，那么他就会一定会把这个事情做到底。嗯，啊，我去在这个节目当中也讲过，我认真看过赖清德的520讲话，我观察过他的微表情。嗯，当他在对外界讲出他的这个那些台独宣言的时候，他真的有一种夙愿得偿的那种感觉。就好像说我奋斗了几十年，我终于站在那儿，我要说出来，哪怕面对中国大陆这么大的压力的时候，我也要说出来。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当他去讲出洗涤人心的时候，那真的他会说到做到。而事实上从520到现在，我们也讲过，赖清德不仅在两岸方面要寻求与中国大陆的直球对决，他在内部的方面为了追求长期执政，甚至是独霸政坛，他也要和党内的在野党进行直球对决，甚至和台湾多数民意寻求一种直球对决。这就是赖清德。所以赖清德你去看他在520之后的整体的思路，有想法有做法。比如刚才那个历史哥讲得很明白，美国人要什么？全面武装台湾，并且要建立一个实实在在的全民备战体系。好，赖清德给你做到位，我把弹药库建在了宫庙内。这个东西有实际意义，但是我觉得本身它更重要的是一种教育意义，是一种宣誓意义。因为台湾社会的宫庙我去过，基本上都是在人流最密集的地方，基本都是在十字路口嘛。因为城镇的建设基本上是围绕着这种宫庙开始的。他把那个地方建弹药库，就告诉你，我不惜跟中国大陆焦土抗争，我要斗争到底。人多的地方我更要放东西。啊，这他，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宣誓意义，甚至是一种教育意义。就这教育民众，你看，跟着我走，我就是要宣誓跟中国大陆对抗到底，同时让美国满意，说，这个赖清德不用再依赖了，啊，赖是可以跟我们做到同向共平的，这是对美方面。然后对岛内的在野党方面，何曾有半步妥协，半步都没有。从520到现在，选择的是强硬到底。你去观察台湾政治生态这么多年，李登辉当年也不至于如此。当年李登辉对于民进党的优势是更大的，也不至于如此。啊，更不用说陈水扁，也不用说马英九，甚至不用说蔡英文，何至于如此？但他坚决不退。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赖清德的算盘就是，我51席，你蓝营最多就是54席，我就比你少3席，并且我还有行政部门和其他部门的优势，大不了我解散台湾立法机构重新选。没准我还能选的多一些，所以他敢复议，敢提出所谓的释宪，甚至就还要发动罢免，意思就是我不会认岛内这个所谓的朝小野大，没有这回事儿。你在野党想要制衡我，不可能。这种感觉就是一种绝对的强硬，背后展示的就是一种对权力的一种疯狂的一种执念。再比如他最近抛出的那个名单，就是我们讲过的文化台独，有广义之说，也有狭义之说。狭义的文化台独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控制台湾的文教系统，去改变人们那种所谓的身份认同，去认同一种台独理念。而广义的文化台独在我看来，就是让整个台湾的意识形态领域，包括文化宣传领域，要做到一件事，就是顺赖者昌，逆赖者亡，就是这八个字。只有我赖清德要求的声音才能够存在，逆反我赖清德的声音，我会用很多种办法让你消失。他的洗涤人心就是要让台湾社会的声音往绿方面靠，
做到台湾的声音必须向赖靠拢，向独派靠拢，这就是他的所谓的洗涤人心。而如果你拒绝了洗涤人心的话，对不起，我会有很多种办法去弄你。那比如说我有调查权，我有司法权，我甚至还有封号的权利。如果他获得了美国这样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啊这种支持的话，以现在台湾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很多的网络舆论是建立在美国的国际平台上的，你要注意这些平台都是在美国人身上的，那真正想办法它是有很多种办法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蔡正元老师讲得很清楚，他其实就是告诉在野党几个字，叫做抛弃幻想，斗争到底，就是你们就是要告诉国民党，今天的国民党已经不再是穿皮鞋穿草鞋的问题了，不是，是你要彻底抛弃过去国民党从建党以来一直有的那种想要走那种传统的士绅路线啊，明士路线啊，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那种感觉，不要啊。我觉得蔡正元老师今天那个话其实讲的就是告诉在野的民意代表，无论是民众党还是国民党，只有抛弃幻想，斗争到底，否则你就要就是顺赖者昌，逆赖者亡。所以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形势，虽然才不到两个月，就一个半月，就一个半月，赖已经把他要做的东西铺在面上了，没有半点修饰，也没有半点遮掩，没有，人家玩的就是赤裸，玩的就是坦白。好的，那么怎么办？那么我觉得，无论是台湾的在野党，还是台湾的多数的民众，除了选择坚决的反制与斗争，没有别的出路。